昨天我都没来去给他买西瓜的，左手昨天没去买菜。你那意思他原来就觉得人家那个叫的，这个叫充足的。我讲我们这边是摘的这种就叫的，摘的我就觉得，他妈有油，他要松。管多少钱？他要松。这个做收下去了是吗？这收下去了就过得很安逸，真的是，嗯，巴适的，嗯，安逸，太安逸了。哎，我喝酒哦。啊，巴适。那皮还是扒得到毛毛来吃，只要高头大点儿就扒得到。你那个都没吃的嘛？你今天吃不吃啊？那个喊他吃嘛，我不吃。来，来，我这差不多就这样。我还要吃一点。你就有时间就最好吃的。中午喊你爸爸吃，有时间再包。是啊。你才炒面耶，你饿没有？吃点汉家的半炒海笼包，是吧？还回锅肉？哦，这个回锅肉，刚刚才炒的回锅肉，还买的这个不吃了吗？吃到吗？Mm-hmm.